来到了赛末点，要打表演了。这也是让观众呢，看起来应该想要换边哦。对，就转啊，是。逗一下观众开心。对。还有。那现场观众是看得大呼过瘾，对，对，不过马林也蛮配合的啦，哦，好，现在两位选手帮我换边，再换过来，对，感觉也是不错哈，有像马戏团，然后马林也没有说，哎，我都已经要输了，王一奇你还把我当猴子耍，也不至于啦，哦，对，这双方表演球嘛，对，而且都蛮有风度的。好，最后呢，这场冠军赛当中。